见到阿妈有救啦！呢排为咗避疫，日日 cook at home， 要煮几味唔轻松。阿妈新一辑健康食平啲，就会教大家煮好多健康菜式，仲介绍唔同保肺靓汤添。六号就由瘦仔饮到圆碌碌啦！我好多內臟方面都可能是壞壞地啊咩，就是靠阿媽啲湯水咯。即每日可能有很多時間要做嘢嘅話咧，但係我每日飲三個阿媽湯水，我而家飲完之後個人咧係特別血氣運行啦，同埋精神咗啊！你諗下，佢做成四個節目，佢見幾多人啊？係都白白淨淨冇事冇幹啊！如果唔係我啲抵抗力嚟到真係，係咪先？要防疫，洗手戴口罩當然唔少得啦。連處理食材都要好小心㗎。阿媽教落，千祈唔好懶。生果都要洗，菜都要洗，仲有你哋買嗰啲包裝啊，嗰啲譬如肉啊、魚啊，有啲膠啊已經封咗啊，包咗裝嗰啲，千祈唔好就咁擺雪櫃，因為咧有人哋嗰啲科學證明啊，嗰啲醫生，因為我成日 download 呢啲嘢睇嘅，佢哋喺個雪櫃裏邊可以生存啊，呢只病毒可以生存28日。你記得啊，翻嚟要抹曬佢，洗咗先至好擺雪櫃。記得記得，我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，這個病毒這個瘟疫快走啊！